上海郊区有个板块，高压线多，还有焚烧厂，但是房价不比市区低，10万以上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秋裤。那么现在就跟着我镜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争议蛮大的板块吧，走。朋友们啊，那么这个板块呢，就在浦东这里啊，处于中环和外环之间。虽然一直以来它的争议就不断，经常被人调侃，优缺点都非常的明显。但是也正是因为被炒得一直比较火热啊，所以这边的房价啊，普遍都不低。你像这里有的小区啊，房价甚至是已经突破了10万，乖乖，真的是能帮阿拉市区别苗头了。那么这个板块到底是啥呢？它就是北蔡的玉桥。那么你像玉桥这个板块，它面积其实不大哦，也它国资只有10平方公里左右啊，西至锦绣路，东至罗山高架路，夹在北蔡和康桥之间。目前板块内有20多个小区，有商品房、动迁房、老公房。眼前这个就是玉桥这边比较大的一个综合体哦，活力城。那么像这边商品房可能会贵一些啊，这边的像万科、海上传奇、金色城市房价已经是都达到了10万以上。那么像老公房、动迁房啊，这边可能相对便宜一点。那这时候呢，很多网友就好奇了，这个玉桥到底凭什么能媲美市中心的房价呢？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啊，首先玉桥这个板块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地理位置啊相当的优越，西面是已经成型的前滩，东边则是迪士尼旅游度假区，旁边呢还紧挨着张江国际博览中心等大哥，那么再加上交通啊也是非常的方便啊，有11号线和18号线都能够直达市区，开车的话四周呢也都是高架，四通八达，因此地段好，交通好，也是玉桥这边一个最大的卖点。另外像玉桥这边在商业方面啊也是非常丰富的啊，虽然地方不大，但是呢却拥有5个商业综合体，比较大的像百联东郊购物中心，还有像活力城、宜家等商场啊，可以说住在这边的居民啊还是蛮幸福的啊，吃喝玩乐够，不出玉桥都能享受到。这边是玉桥这里一个比较老的小区啊，还有一座比较小的医院啊，我们看一看。那再来说到教育方面，那就不得不提到玉桥这边很有名的建平中学了啊。建平中学也是上海市重点中学，每年高考一本录取率都在90%以上。但是呢，除了建平中学，玉桥辖区内啊就没有其他更好的学校可供选择了。而且呢，并不是说玉桥内所有的小区啊都能对口建平中学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进不了建平中学，那就只能去5公里开外的周浦吴逊中学了。那显然呢就不太方便了。我们看到这块啊都是玉桥辖区内一些比较老的房子啊，但是呢感觉啊倒是蛮有烟火气息的，而且风景啊也是相当的秀丽。那么说完了玉桥的优点，再来说一下它的缺点啊，那就是垃圾焚烧厂和高压线网。那么在玉桥的西北角啊，有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，距离玉桥的生活区的距离啊，只有1.5公里左右啊。当然这个啊，人家也说了，燃烧排放的标准啊，都是在合理范围内的。但是我相信附近的居民啊，心理上面肯定还是多少有些疙瘩的，毕竟可能鼻子好的居民啊，有时候呢，可能就比较敏感啊，能够闻到一些垃圾燃烧的味道。对面马路边上卖榴莲的，我前面问了一下价格啊，19块一斤，哇塞，比我们市中心啊便宜价格一半啊。另外你像这边的高压线也是啊，你看镜头前方啊，3根非常粗壮的高压线呢就映入了我们的眼帘，毕竟离高压线越近，显然啊对身体呢也是没什么好处的，可能会有些辐射什么的啊。当然以上这2点呢，目前啊也都是说在合理范围内的，想要购买这边的房子的或者是这里的居民呢，也不用过多的担心。反正总体来说呢，玉桥确实是让人又爱又恨啊，毕竟世界上啊可没有100%完美的人啊，就看那一点瑕疵你能不能接受了。这边这个小区叫做地捷国际城啊，离地铁站也是最近的一个小区之一。要吃饭了。玉桥这边小区的旁边啊，一排一排好多的中介公司啊，也说明这边的房地产市场啊确实非常的火爆。好了朋友们，那么大家对于玉桥这个板块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了解呢？你有没有打算把房子将来买到玉桥来呢？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裤，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关注，点个转发，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，大家再会。